这个图案吧，绣呀，这个颜色黄黄的，阁主自己平时穿的那么好看，送给人家的礼物也挺好看。 你喜欢就好。好，定情物，居然懂得要送定情物给我，天哪，天要下红雨了。虽然这个颜色如此。 真的没有了，你这是什么神奇的宝贝啊，一定很贵重吧？这是偶然所得罢了。附神网？这附神网是我亲手所制，与你交换曼陀织女帕。你真用这亲制的附神网跟我换？ 你这附神网极其耗费灵力，300年才制成一掌，你这可不是亏大了。来来来，我再送你几罐三株夜茶。多谢星君。偶然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 谢谢你，我要去帮陈月准备婚礼了。